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动漫废物。咁啊，今晚我哋嘅专题咧就系讲呢一个港漫嘅女角啊。咁啊，港漫嘅女角，我哋头先咧就讲咗风云啦，讲咗神兵啦。其实咧，我哋稍微啊喺第二节开始讲新一代嘅港漫最后一个博漫主笔啊。Anyway， 和仔之前咧，我哋想提下，其实黄生咧少不免一定要讲被强奸咯，即系佢啲。女角咧，而家已經好咗，新主龍虎門已經好咗噶啦，少咗好多呢啲劇情噶啦。但係舊住嘅即係強姦率係，或者係即係搞女率係好高咯。我小夫就算佢自愿都好，小夫都食唔少啦。唔少，梗係唔少。新主真係好慘啊，小夫。而家係好似到而家都未食過啊嘛。你最多佢同马小玲去度假嘅时候，唔知道有冇搞过啲咩咯？搞过个侍应啊。其他嘢都应该冇啦。系啊，连同月思怡连同佢过夜都过唔到咁样，系好惨。系啦，咁啊，所以即系黄生，其实如果要讲佢嘅女角，应该系等于唔使讲嘅，用八个字去总结系嘛？香消玉殒，吹花香消玉殒，消玉殒系啊，咪玉儿之死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即系交俾阿有猫讲啊，佢其实都几中意嘅两位女角。我咁啊，讲到中意啊，唔系话中意，但系。看落係有驚喜咯，因為去到和仔，其實你要喺一個作品或者你係要係針對某一個女角而去分析佢，而去得知呢、這個嗰、那個作者係點樣睇女性啊，或者嗰啲嘢係冇可能嘅。你要睇佢成個 universe 啊，佢歷代嘅作品係點樣去描寫啦。咁和仔係一個佢筆下係好多角色係唔同屬性、唔同性格係咩嘅。角色都有嘅，而你係睇到其實佢係有好多多元嘢擺咗入去嘅。咁樣佢和仔當然都有嗰啲好傳統、好性感又好好打嗰啲女角啦，但係佢亦都有一啲係一啲傳統女性啲嘅，但係喺當中又有啲新啲嘅嘢俾到你。咁啱啱提到呢個藍官鐵心，佢抌低咗個仔走咗去嗰啲咧，其實喺西游第二部入面去到講傲雪老母嗰一段，我係覺得好有驚喜，因為佢哋係講直情係好細一個好細個嘅敖娟拉住一個更加細個嘅傲雪，係好慘嘅喺度叫阿媽唔好走啦咁樣咁啊！但係個阿媽係話你哋已經成長到可以照顧自己啦，點解我要喺你哋身邊咧？之後佢就走咗去啦。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神奇，佢會咁樣描寫，因為喺一個男性主導啦，可以話佢係會覺得母職係一個好偉大嘅嘢嚟嘅。總之你做一個女人做咗阿媽咧，佢就會變到無限地偉大。好似藍官鐵心，佢都係為咗個仔，佢走咗去，但佢係為咗個仔而去練功噶嘛。咁佢為咗下一代可以做一切嘅事嘅。但係傲雪老母佢係完全唔同，佢係知道佢已經可以自由啦，佢仔已經自己搞得掂啦，同埋成個龍族係群體生活，佢啲仔係有人照顧噶嘛。咁樣佢可以解放到自己，佢就遠走高飛。即係呢一樣嘢係解脱咗一個對於女性嘅一座長期母親呢個職責嘅解放咯。所以睇呢段其實佢係好輕描淡寫，但係對我印象好深刻，我都好中意呢一段嘅。佢同鐵心唔同嘅係佢冇咁多所謂嘅一啲隱情啊嗰啲嘢擺喺背脊，佢純粹係實現佢嘅理想。即係真係我頭先講嘅嗰啲就係佢想做佢自己嘅嘢咯。即係我生咗你，咁我就做我自己嘅嘢。我覺得佢個處理係會比較 smooth 啲嘅呢一樣嘢，咁可能都係和仔同阿偉喺個即係切入點佢有啲唔同咗。嗯，我對和仔近年嘅書啲角色唔算印象好深，係即係多少同佢寫長篇好容易就跌咗落去一個即係好平淡嘅過程有關係嘅，所以。我自己就冇特別留意啊，傲雪老母咯，係啊。但係除咗佢之外咧，其實譬如牛小妹算唔算係一個即係都係戀愛腦啦？係啊，就係戀愛腦啦。咁但係佢特別啲嘅，即係多少特別啲嘅，因為佢係會變成牛。小夫進來了，係啦，即係佢就係悟空可以進來了嗎？咁樣樣嘅一個效果啦。是啊，但是这个就真的很不幸地始终因为他的销售对象始终都是我们这种麻甩佬。虽然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嘉宾上来，不过他没有埋咪，但我们在即是讨论即是开咪之前一个讨论就是一个有趣的 point。因为呢
佢嘅銷售對象係一班麻甩佬啦，即係講博漫。咁然後咧，佢哋大部分寫嘅都係一種即係古裝嘅劇情啦。咁去翻一個我哋初步嘅理解或者一般嘅理解就係、是，咁佢哋喺嗰個年代，如果遇上咁樣嘅情況，女性係好。好老土地必须要依附在男性的社会世界里面生存，又似乎是即系冇乜好冇乜好非议的一个历史事实嚟噶嘛。咁但系咧，个回应就是其实如果不批判的话，咁就好似冇意义。但系咪必须要进行批判呢？呢、這个系你唔批判的话，其实是你冇必要讲呢个故事而。你冇必要讲呢个故事而带出呢个角色嘅话，咁呢个角色就纯粹系工具人咯。咁呢个系我哋身为 consumer 系可以批判嘅一件事情咯。即系你当然可以将呢件事拉到入 sexism 里面啦。咁但系都费事讲到话，即系好似好政治正确啊，成啊咁样啦。咁但系系一样，即系以一个女性身份去睇，系会觉得好唔舒服嘅嘢咯。Okay. 即系我喺即系一个女性喺啲。大眾媒體裏面只是一個工具的角色，它存在是沒有自我的、沒有思想的，只是為了推進某一個劇情、為了某一個男角而存在的話，其實是一個 sexism 的體現的。所以即、我個人就覺得 no hard feeling 的，因為這件事的目標對象不是我，我只不過是參與過來去看，既然他的目標觀眾是喜歡看這些，那你說我都 OK 的，但是我自己就會在心裡面那本舊帳那裡 mark 低，是我是有一個人是這樣想的，他還是向大眾傳播這些思想。因為有趣的是，我們知道有些傳統港漫的男性讀者呢，即已經不要講話你、我可以講你的名字是吧，即譬如剛才左貓啦、提那個關於即係對女性作為一件工具的批判，有些讀者直頭係會覺得其實女性在呢些書裏面是沒有地位的，冇所謂，唔存在都冇所謂，出現的話嗱嗱臨死了佢啦，一係俾人奸，一係死，係啦，即係真的很工具化咯。咁好似頭先阿幼貓咁講啦，即係因為好不幸地呢些又冇話不唔不幸嘅，即係我真的俾你看，咁即係譬如一套即主要銷售對象是男性的AV 咁樣，咁你當然是想看一種即多少有一種即征服或者是類似咁樣嘅一啲官能刺激啦，係咪？咁你又好難話批判佢點解你唔寫個女仔會好啲啊？即或者唔好太過即工具啊咁樣。但是如果再因為但是點講咧？即港漫嘅嗰個世界是真係好。好有些狹窄的，所以为什么其实我刚才提过提起关于铁心的那个角色的转变或者那个定位多少是有些想突破，我自己觉得是已经挺不错的。我想同即是我想如果用 AV 去类比的话会可能近一点的，就是 AV 的对象当然都是以男性观众为主。咁如果你寫個女角係非常之剛強嘅，即係當然都有逆刺女呢件事啦，咁但係有啲嘢係睇落去成個感覺，始終你個大眾對象嗰個群眾都唔係嗰對人。咁但係我覺得漫畫個空間係應該可以大啲嘅，特別係啊，你特別係成日都話講萬死。咁係咪可以嘗試唔同嘅路線？係咪可能引起到某啲嘢呢？即係好似阿如兒咁，都雖然其實佢都冇寫女角啦，但係佢都用九龍城就係引咗一班新嘅讀者出現咗。咁唔係因為女角嘅問題，即係都唔係女角，係男。佢係將男角變咗做女角。你睇阿大係一個幾咁嚴肅嘅一個人，對下屬幾好。係。即係 I mean 係你用一啲新嘅角度去寫，或者你嘗試擴闊下你寫嘅嗰個範圍，可能係其中一條出路嚟嘅都。我自己啊，即係純粹我自己。我理解港漫佢嘅銷售對象主要包括我呢一類咁樣嘅麻甩佬啦。但係我哋唔係唔睇文藝同愛情嘢噶嘛。喺一本咁長篇嘅漫畫裏面，如果可以令到啲女角係豐富啲嘅話咧，其實係好事嚟嘅。頭先有提過奧雪啦，啊，又媽話都中意白菜喎，係咪啊？
吃一白菜，佢就係另一個極端咯。佢就係、是、其實佢開頭都係一個真係一個好老婆嘅一個形象出現噶嘛。而佢到好後期，佢其實佢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好老婆咯。但喺呢個情況下，佢係識領術嘅，佢係自己都好強，佢甚至可以幫到阿狗做好多嘢嘅。但係佢嘅人生目標就係同阿狗喺埋一齊幸福快樂咯。咁樣其實佢又同鐵心係一啲相反嘅。鐵心係有好有事業心，佢係想做一個，佢係想做到男人做到嘅嘢咯。但係白菜佢係作為一個女性，佢可以佢主要佢嘅目標就係做一個好老婆咯。而喺佢嘅故事入面，佢都有一段佢係會用佢自己嘅女性特質去解決問題。佢係有另一個大神係中意佢噶嘛，但係嗰個大神同阿狗嗌交嘅時候，佢又會出嚟和稀泥啦。咁其實都係一個用到女性特質，但係又解決到件事啦，仲係幫到個劇情啦。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好感覺上係一個好傳統女性嘅描寫，但係佢又喺一個劇情度有一啲舉足輕重嘅份量咯。Ivan 咧 ，Ivan 有冇對和仔嘅女角有啲咩特別嘅感想啊？我淨係記得小雷同埋阿信嘅，即係個老婆咯，即係大其實腳嗰個啊，一開波就俾人懟冧咗嗰個老婆咯，唔係殺到人者嗰個，啊殺到係，係殺到人者嗰個啦嚇，咁嗰啲就嗰個數啊嘛係咪啊？係啊，殺到嗰啲我反而有啲印象喎，反而我臨尾覺得佢封神嗰啲就再工具化啲喎。白菜不算工具化的，白菜那種是我覺得其實如果你放大去看的，白菜是有些 get 的，他就是成為了一個世上最強老婆，誰阻住我回家裡煮餸又殺誰是啊，跟住然後我煮好餐餸啊，你阻住我老公回家裡吃飯殺了你，不是剛才是你們用的人，剛才是你們說了很久白菜我都撈不撚到誰是白菜啊，阿狗个老婆啊，我知道，但我系捞唔翻佢个样啦，同佢做过啲咩出嚟啊？唔到呢个，即系嗰，即系佢对我嚟讲嘅存在感就系低到咁样咯。系 ，Dicky 咧 ，Dicky 咧，我见你今日好似坐咗喺度旁听咁。系，其实我对和仔比较印象深刻嘅，应该其实系西游嘅小雨，因为我自己觉得比较比即系比传统嘅港漫佢系。算多好多嘅戲份，同埋佢唔係淨係出嚟，即係佢本身係一個佢係即係本身佢就係環境嗰本經書，即係佢本身嘅其實佢應該可以多啲戲，多啲寫，因為佢係又係龍人個女之餘，同埋佢亦都係嗰本經書，所以佢冇戰鬥力，係好複雜，即係同埋和仔嘅作品啦，即係尤其西遊我自己覺得就係佢寫女角係其實都。多嘅，比起佢以往嘅即系作品，無論係即係頭先講嗰個阿傲雪老母啦，跟住仲有阿悟空嗰陣時死，即係叫做第一世嗰陣時喺天宮遇到嗰、那個我唔記得嗰個叫咩名，素衣公主係公主，跟住死咗之後，佢即係喺地獄嗰度喺冥界嗰度又遇到即係嗰個叫做。咁妹仔變咗做個個俾個地獄嗰個地獄王變咗做個人路人咁啊！係啦，嗰個其實都多嘅。唔係 ，sorry， 我想講多翻少少阿小雷嗰度，因為咧阿小雷佢嗰個死嗰度咧，佢哋大戰嗰個死法咧係幾深刻嘅，同埋係阿桑恩扮另外一個暴徒去懟冧佢噶嘛。然後咁我都以為佢死咗啦，去到最後係桑恩愛上咗佢，然後佢再見到阿信殺咗桑恩咧，嗰段係我喺港漫覺得好奇情嘅一個情節咯，嗰段係。其實桑恩愛嘅係阿信咯。唔系咁，完全一个疯狂追求者，而系引申到系阿信爱边个，佢就跟住爱嗰个人。唔系咁呢个当然我都同意啦。唔系呢个系冇得反对啊，因为真系写得太绝啦。喂，冇我行过想讲两句啫。咁因为我觉得和仔写得最好嘅女角咧，系野狼与玛丽嗰个雅思，定思雅嗰个叫做。年就思雅，书就雅思。雅思系啦，即系最有 character 应该系佢啦，冇得输噶啦咁样。我同意嘅，即系和仔喺佢嘅作品里面，当然多少都唔会完全摆脱到佢作为即系要面向麻甩佬嘅一个要求啦。但系佢确实
其實都不止女角，她很多角色她都寫出了一種新的味道的，即譬如 女性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形態，譬如有貓剛剛在最近好像上兩個月就說，即講究竟那個小孩子的身體是不是可以即被尊重才再去摸她，在若干位上面都是比較現代感強一啦，即我不敢說話即是一定是很前衛，因為很前衛可以去得再極端一點的，但是即是 會貼近我們現在期望的那種價值觀咯，是、啊、即而不是一見到女兒就不如即整爛朵花去啦。同埋就算薄弱，我覺得其實小魚是薄弱的，反而我覺得西遊小魚是薄弱的，但是她薄弱得來起碼她肯幫她加一些性格，即是她會找狂的，她是妮妮的老母來的嘛，即系人哋平时就好懦弱，逼到埋嚟嘅时候就会突然间爆炸噶啦嘛，会指啲人嚟闹咁样噶嘛。咁我觉得佢若干都起码肯加啲嘢俾佢，佢唔系一个我哋好传统观念上面女性好柔弱，要人保护。咁特别佢系一本即系环经嘅经书，咁大家更加系会对佢百般呵护。咁佢唔系咁样处理咯，佢都受唔少嘅苦咁样。咁佢氣氛唔算好重，但係和仔寫到佢嘅時候，硬係會加多少少嘢俾佢。你提到和仔或者係最近都仲出緊嘅書，你可以睇翻譬如即係龍哥咁樣啦，佢嘅山海啦。山海就算你譬如講到好似於青、於若蘭呢啲幫主級數 ，supposedly 啊，佢喺個作品裏面人界嘅地位已經係最強噶啦嘛。即武功嚟讲，即仅次于百亿啦，即嗰类啦，姚星辰啦。但系咧喺本书里面咧，你感觉唔到佢哋有任何嗱，佢譬如于若兰佢有参战嘅，即系打姚星辰同埋阿炎帝佢有参战嘅，但系佢系真系辅助角色到不得了咯。我不是太过特别想，即系我系虽然即系今日想讲嘅系，即系纯粹想分享一下嗰种角色嘅位置，而唔系纯粹想批判，即系因为即系要讲已经好多年啦，即系要批判亦都冇必要喺呢度先再抽情。我纯粹想讲嘅就系、是、可以见到嘅，确实都系譬如已经喺呢行几十年嘅一啲前辈咧，佢哋多数系会有嗰一套。咁老实讲，可能佢哋都已经五十几岁啦，即系五十岁 up 以上啦，譬如讲黄山七十岁咁样。可能嗰、那个即系男性主义嘅价值观已经好强，强到佢改唔到。咦，我想问一下油猫，咁如果用你有冇睇《山海》噶？而家冇睇啊。哦 ，OK。但系你可以照讲，我大概知佢讲紧乜。因为我想睇下你会觉得，咁佢写风象同埋阿奥南嗰一段咁样嘅 GL。我真的冇留意呢兩個，係啊，又咁啱唔知道。係風象係確實係願點講咧，係真心想溝啊奧蘭，對佢好嘅應該係。係啊，即係真心想同佢一齊噶嘛。因為佢好得意嘅就係喺山海派入邊，姚星辰呢個幫主係一個基嘅，咁而但係佢其實佢係發泄肉體嘅滿足噶嘛，咁但係風象呢個 lesbian 就係揾真愛咯。而佢揾佢都有玩遊戲嘅，佢都有嘅，佢都架撐嘅，多都玩具咁啊。咁但係佢揾翻嚟嘅呢個真愛，佢又咁啱係嚟報仇嘅一個人咁樣。咁我覺得佢寫呢段劇情係有趣之餘，竟然喺一個山海派入邊有一個咁樣嘅對比，我覺得其實都幾有趣。同埋奧南到最後佢係知道啊，風象係真心愛佢噶嘛，所以先至臨尾都幫佢起個帽啊嘛。係啊，係啊。我谂呢个你可以睇翻咯，系啊，即系难得地喺即系港漫会有一个 GL 嘅剧情，虽然佢系好短，亦都唔露骨嘅，系啊，都唔特别露骨嘅。封神入面啊，孔雀同埋嗰个心月葵都系百合噶，嗰对都好鬼萌啊。和仔啲画又萌啲嘅，即系我觉得嗱，老实讲，点讲咧？即系龙哥啲画咧画百合咧，唔系咁容易，系啊系啊，有啲硬，即系佢画。猛男是真的很厉害的，畫 BL 是畫 BL 都 OK 的，但是一畫 GL 呢，他的畫好像 BL 就真的會差一點，畫面上真的差一點，因為不夠柔和。
喂，即係如果咧，始終佢描寫感情係有啲都係有啲硬咯，都唔似和仔咁細膩咯描寫得。係係。喂，如果咧講啊講阿和仔嗰啲女咧，我反而係冇名嗰啲我記得喎，即係譬如咧海殺將軍個老婆咧，即係同阿萬苦東離有三角戀嗰個咧，即係臨尾死剩個頭同個肝個。上半身啦、啊，嗰段反而好深刻喎、啊。同埋，如果你話《封神紀》咧，阿韓風諗諗嗰個妹仔咧，嗰段都深刻嘅，即係話佢係為咗愛住阿韓風諗諗，唔想去離開佢，所以佢係慢性咁讀緊阿韓風諗諗噶嘛，即係諗尾搞到佢死撚埋添啦。咁所以反而係嗰啲冇名嗰啲，我覺得會奇情啲同埋難忘啲咯。係，咁啊講。冇特別，有冇特別補充啊？和仔啲女冇啦，係嘛？咁我哋稍微講下嗱，我哋講咗都幾主流嘅嘢啦，黃生啊，阿 Sir 啊，和仔啊，勉強提咗少少龍哥啦。咁我哋又講，其實咧，如果講出女角咧，應該牛佬算係出最多女角嗱。我印象之中啊，而家可能有啲遺留嘅。我印象最深的用女主角做书的漫画呢就是古惑女同埋玉记有本001、哦。我反而只记得001我都唔记得古惑女。是啦咁古惑女因为仲有电影版就会即更加容易去记得住啦。但001是不是好像玩玩下转咗主角咁其实。先唔好讲佢是不是转咗主角啦但是其实佢只是话俾你听嗰啲是女但是其实所有嘢都是男人嚟㗎。即是冇。我嘗試咁樣講，即係你女性有好多唔，即係我哋平時睇，即係佢簡單啲嚟講，又係用緊即係打鬥啊，你唔會覺得佢其實換咗個樣之後有啲咩唔一樣咯？同你平時睇嘅作品，其實即係佢將一啲男性嘅，即係一啲可能原本男性嘅劇本嘅男角色，全部換咗，畫咗做一個女人，係啊，仲要唔係好似？你不要理这些画工的问题了。其实好像大家看龙虎门看了这么多年都是女不像女一样的嘛。不是龙虎门的女都像女的。有些时候不像的。有哪个时候像不是都而不是都是女的。看哪个做主笔啊还有是啦。玉儿是最像女的那个应该是古装就像女时装就不像咯。看哪个做主笔和哪个做勾头的。我觉得譬如阿二画的时候都像女的。是。唔係阿二畫嘅時候，有時有啲嚇，虎背紅。咦？咁樣成個小英咁樣嘅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反但係即使係咁樣都好啦。嗱，古惑女同埋001嘅時代，即係年代都確實有啲久遠啦。對於我嚟講，即使嗰陣時有睇，但係唔多令你覺得啊。古惑女都仲好啲，我多少覺得佢係一班女，所謂非女或者老泥妹啦，嗰個年代即係有啲 terms 就會係喺嗰個年代可以有嘅一啲時代嘢咯。因為我哋會知道透過新聞個主筆係可以知道呢啲人究竟有啲咩生活啊嘛，或者有啲乜嘢個性，即係可能多數都 negative 都唔出奇嘅，因為新聞賣得出嚟嘅嗰啲故事都係比較 negative 一啲嘅。咁佢 apply 咗落去個故仔裏面咧，係比較明白，或者係比較容易啲睇到一啲女性嘅味道。但係當001就真係冇呢一種感覺咯，我自己睇嘅時候。我印象中001佢讲到你女特工、女特务咁样，但系即系呢个当然唔系必然要做嘅嘢啦。但系佢连利用女性身份去获得一啲某程度上嘅优势或者方便，佢都冇做过。冇啊，譬如我谂譬如佢冇尝试过用即系身体啦，佢冇试过，其实好似 actually 都冇乜点用过计啦，因为你知港漫好难写好聪明嘅角色噶嘛，系咪有冇用过计啦？咁所以好，我記得佢係有會用槍，然後都打鬥咁樣啦。咁所以都唔係呢兩本用女主角嚟做主題嘅漫畫，都由2001就幾乎係佢好似出咗40几期嘅啫，我冇記錯嗰陣時。咁反而古惑女咧，好似頭先咁講，就係雖然佢多少都係將古惑仔即係性轉啊，頭先我哋講即係性轉嘅，陳浩南性轉咁樣，好似有一個叫菲菲啊，其他嗰啲已經唔係好記得啦。
但係好似頭先咁講，佢有啲寫實，因為佢係啲寫實題材嘛，佢始終唔同龍虎門啊或者女特務，你好難揾到一啲女特務嘅故事你知噶嘛，即係佢既然係一個特務，你梗係唔知啦，係咪？即係正如黃之華話齋，除非話俾你知嘅啫，阿德華你唔知佢係得間諜嚟噶嘛，所以古惑女佢可以容易啲派落去，但係咧仲有本紅燈區，係啦，紅燈區，不過係啦，紅燈區，但係就比較多是有些事不掂，就會找 Payboy 文來幫忙這樣。古惑女就真的比較多是女角的，但是她就真的在講一個很狹窄的那個範疇，她只是講那班寬場，紅燈區就講寬場，古惑女最主要都是講那個女主角是想為個那些叫什麼行業呢，死了，馬夫唔系，即系夜总会嗰啲叫咩死啦？妈咪咯，嗰个行业啊，风俗业啊，风俗业系出翻嚟，即系谋取福利。系，哦，工会嚟嘅，系啊系，佢有工党，佢有工会噶，工党嚟嘅，系。咁最后系讲紧佢同佢阿妈都系同一个行业出身，就想搵钱，但系就拿咗啲嘅手段同佢争咯，但系都系再搵翻 people 问搞。系，即系呢个系红灯区嘅故事。系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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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中意十二寸嗰啲唔好讲啊！买十二寸嗰啲系姑爷仔出嚟噶嘛？买十二寸系红灯区系嘛？系啊。OK， 阿 Ivan 有冇睇呢啲噶？冇啊，真系牛佬，我真系睇古惑仔嘅啫。哦，咁古惑仔嘅女就真系，其实讲嚟讲去都系水灵同埋阿丁瑶咯，丁瑶咯系咯，系啊，即系反而唔系讲细细粒嘅仆街。唔系、啊，我好难忘咧，古惑仔有一幕咧，系佢哋四个打牌咧，三娘教子咧，阿彩妮啊，细细粒啊，同埋阿边个啊？阿夜啊，阿夜啊，系啊，佢哋三娘教子打牌嗰度好难忘喎、啊。系我真系嗰幕确实系古惑仔的文戲來講是一場經典來的，最高峰是的。那讀者可能未必記得剛才 Ivan 大家都講了，總之就是因為三個同阿南都是有一腿的嘛，那阿夜當時還是他的情婦，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彩妮就是游子健的老母啦，那又細細粒就是正印啦，三個人坐在那裡，那我唔記得咗啦，應該係最少有一個人打隻男出嚟嘅。咁阿男對於三個女人嚟講，當然係好重要啦。咁我唔記得咗邊個碰咗啦，即係有冇人夠膽碰啊？即係諸如此類啦。咁喺麻雀台上面就即係不過咁樣。雖然阿爺都係為咗陳浩南而斷腳啦，即係跛咗只腳啦。但係阿細細粒係一個逐漸地被陳浩南純化的一個賢妻良母式、賢妻良母型。咁啊，彩妮咧基本上是被人滾嘅啫，即係好似係飲醉咗，然後搞咗就好似頭先講緊阿孔慈，唔係黐線啊，阿楚楚同埋阿劍神嗰個關係嘅。咁然後咧，反而阿爺咧係真係有個性。老實講，作為一個讀者，我覺得阿爺都差嘅。我係中意你，但係因為我係毒蛇幫嘅人嚟嘅，其實我係。anyway 都有一日是要为了帮主而搞正你的，不过到最后我都是为了你而即是断了脚，但是 他其实一路 keep 住在跟陈浩南互动的过程里面是既有爱，但是我亦都跟你是即是公司上面的死敌的那种关系，那写阿爷那种魅力是出很多，即是我都是有，我不是死心塌地，在情感上我死心塌地爱你的，但是遇上我和你在公司上面的冲突，其实我会为了公事行头咯。那这个阿爷是写得靓的。他可能是不是完全为了公事行头呢？他都有。你看到他为了陈浩南断只脚，你知道他其实终归即都有些 是因为很爱他而存在的。即虽然那种爱是不同，但我觉得其实他写出来是有些康熙和韦小宝的。康熙和韦小宝是同一种，不是那种爱，但是 I mean 是那种关系，就是我又是要 帮天地会做事，但是我和你又真的 好兄弟，但他不是真心帮天地会的嘛，韦小宝是阿爷是真心帮毒蛇毒蛇帮的嘛，但是我觉得阿爷那种挣扎是很韦小宝，所以
系，我嘅理解，唔系我嘅理解系啦。当然佢同山鸡有一手嘅，唔系我讲阿爷啊，唔系阿南啊。O K， 陈老南同山鸡好高有一手噶啦。唔系阿爷同阿山鸡有一手，因为我阿山鸡成日都想戳阿爷嘅，中间系应该有上过床咁样嘅。咁主仆关系啦，佢对毒蛇帮都系忠心嘅。但系去到香港做咗揸 fit 人嘅时候，佢系真系真心沉咗船咯，即系佢系爱上咗阿南咯。咁當佢去到毒蛇幫同阿南嘅爭執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偏幫阿南嘅，只不過好可惜，去到最後阿南係誤會佢啦，甚至乎都唔信佢，所以就斬撚死咗阿爺咁樣咯。最後係係 OK 咁啊嗱，因為阿冰之唔喺度啦，本來佢就同我哋講，不如講水靈，但係因為水靈嗰段咧，我係甩咗嘅。其實水靈冇，我又唔覺得真係好特別啊。即係大家成日都話一個女角咁勁，但係佢就係一個純粹勁嘅女角咯。我諗喺講埋嚟講，佢算係一種突破嘅，因為正如你唔會見到白蓮教啊、東方無敵係叫東方無敵子啊嘛。係係係，即係火雲邪神亦都唔係叫西城勇子嘛。即係你就算救住阿凌鳳啊，東方凌鳳啊，嚇係啊，其實都唔係咁樣樣嘅，即係佢都勁嘅，佢都唔係咁樣嘅用法。但係純粹水靈係 boss 咯，好難得地講埋我個女性嘅 boss 咁樣咯。勁到一個位係可以將我哋見到嘅主角喺香港叱咤江湖嘅主角玩弄於股掌之中，搞到呢個又出家啊，嗰個又冚家產啊，咁樣搞好多嘢。咁但係因為我覺得佢個死係有啲 hea 嘅，雖然好多人話嗰個係名場面，牛佬自己都覺得嗰幕寫得好好嘅。佢神化咗阿蠟花啫，係啊，無端端個竹林到一劍就捅死咗佢咯。咁我係唔中意佢個死。但佢嘅出場係令到個。個古惑仔的故事分拆了很多出嚟，譬如好啊，新啲講就係話太子撇灰啦，太子出家啦，最後令到太子出櫃啦，但同埋最後令到阿蠟花個角色即係以出家嗰個大飛啊，大飛其實同埋最後令到好多人都中意嗰個蠟花，佢去到死。即不要说死了，他最后要隐归的时候都是因为 他的出现而演变出来的嘛。那最后古惑仔就说丁瑶就没什么好说，其实 actually 我觉得瑶瑶他开头这样称呼的吗？瑶瑶开头是好一点的。我觉得其实山鸡死了之后他是 最辉煌的那段时间。咁但係老公死了，但係當咁你要個老公本身有咁多遺產先得。當佢去到即係游水健將出咗嚟之後咧，佢就純粹變咗個飛機杯咯，淨係同阿游水健將搏嘢。係係啊，咁講佢有啲乜嘢運籌帷幄啊？點樣？佢講到佢攬權嘅嗰一下嘅，但係冇咗佢以前嗰種運籌帷幄咯，我覺得。丁瑤都係一個相夫教子型啦，但係同埋好死心塌地咯，對於個老公嘅遺產。同埋咧，唔係冇事啊。同埋咧，細個咧睇電影咧影響得太深咧，我成日覺得十三妹係一個好型、好有 character 角色嚟噶嘛。咁但係當我睇翻漫畫嘅時候咧，屌原來十三妹咁撚廢嘅啫喎，即係又係咧。阿韓彬後面的女人啊，即係死心塌地對住阿彬哥啊，彬少講咩你就跟風啊，即係冇乜 character 咯，漫畫裏邊。係啊，但係反而電影就係吳君如 head 住阿韓彬噶嘛，係啊，即係韓彬就係佢背後嘅男人啦，反而係。我自己如果你話十三妹嘅話，但係我覺得牛佬寫嘅係。因為十三妹跟阿韓彬之前都仲有啲氣焰嘅，但係講佢跟咗韓彬之後，佢知道佢要收咯。我覺得呢樣嘢寫一個江湖兒女還可以嘅，但係就真係少咗氣氛啦，變咗。我覺得同氣氛係有關係嘅，因為啲線開始即係點講咧，即係古惑仔你人物太多啦，咁某啲角色多少就係要即係淡化佢咯。尤其你講緊紅興嘅。即係嗰個勢力就已經比陳浩南即係超越曬啦，即係其他嗰啲揸飛人都已經俾佢超越咗嘅話咧，其實嗰啲人就開始即係笛子魔同化噶啦。其實我覺得有啲可惜，如果譬如佢寫咧，因為斌少係走私大惡啊嘛，如果你寫斌少係搞走私，即係純粹係搞一啲生意上面嘅嘢，打係揾十三妹打。
咁十三妹本身唔係打噶嘛？即係如果佢能夠咁樣寫咧，咁可能會十三妹個角色會有用啲啊。但係因為你喺紅興度打，我冇嚟揾十三妹，唔揾太子噶嘛。話曬都係戰神啦。所以好難嘅。我諗你話即係要講到十三妹好勁，事實上佢只不過係喺即波蘭街女王啫嘛。咁你無釐啦，咁波蘭街女王你做乜一定要好好抽咧？都唔係嗰個 point 嚟噶嘛。所以古惑仔的女角，我自己头先有提过咁多个嚟讲，都是阿爷俾我的感觉是最 charm 嘅，有啲魅力同埋有啲个性咯，唔系纯粹即系相夫教子型就算咁。佢之后都写唔翻啦，佢临尾赛亚，佢临尾嗰啲赛亚嗰啲唔好啦，大佬系家庭主妇嚟噶，系啊，即系完全系课退休用嘅。佢集集都系睇妇女新知嘅啫嘛，嗰啲。但系 Maggie 咧 ，Maggie 系咪即系？哦，车宝山条女，因为车宝山太出啦，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车嗱，即系两个都系好完美啦，即系无论外形性，但系点解要咁为车宝山而牺牲啫？嗰个女仔好难讲喎，点解条女咁？即系调翻转，系啦，即系调翻转，你点解有啲仔会沉船都系冇得解噶嘛？系嘛？即系点解一个人会咁愿意为另外一个人牺牲，系好难解释嘅一件事嚟。无双嘅吕布同貂蝉咯，佢无双喎，无双入边嘅吕布同貂蝉系唔系我哋道边正气？系讲三个无双，系咯，即系有时好难解释嘅。咁个古仔，我觉得。即有經歷是好很多的，但是因為他不是那種即由頭到尾寫出來的主角，所以都沒辦法可以交代得太清楚。在這裡稍微講最後，即是畫面見到我們未講女紅棍有沒有看過？女紅棍是十五少那邊搞的嘛，是一看就知道這裡石小津河虎和小龍，你就知道其實就是龍虎門，是啦，勝轉龍虎三王。將個故事由頭到尾溫一次，沒有啊，他砍掉重練的嘛，但是還有鹹版咯，是啊，鹹版來的，有棍妖啦，大家知道棍妖是什麼意思啦，有個天狗鼻的，是啦，他當然還有下體是應該都是即超強，不過好像沒有特別展現好耐啦，如果女紅棍應該係我哋仲做緊 Radio Data 嘅時候，都有成十幾年嘅事啦。好耐啦，係啊，但係仲揾到你嚟睇，係咩？咁啊，勝轉龍虎三王啊，油貓得閒睇下。我就係中意勇哥同白晝，勝轉咗我唔中意。同埋雖然佢勝轉咗，但係因為佢本身就好似係想寫三個都叫做有啲 background 啦，即係佢哋背後都有啲故事。阿何夫好似係俾人。啊，好似石小津啊，佢系俾老豆強姦定唔知點樣嗰啲嚟噶嘛，跟住何虎屋企又係家破人亡嗰啲，咁啊小龍就係、是、又係撇灰嘅小龍，係啦，跟住入咗邪教噶嘛，小龍好似係，即係黃島度乜都齊嗰啲啊，係啦，入咗邪教，佢哋就係有段劇情講佢哋要去打，即係去破邪教咁樣噶嘛，跟住邪教就係火雲邪神佢哋喺背後操縱住咁樣。個火雲邪神係男定女啊？元武邪神，啊、元武女嚟噶，好似係。是吧好像是仔嚟嘅，仔嚟嘅，其實係仔嚟嘅，即係其實主要係龍虎三王勝轉咗咯，風雷咯，風雷都係即係逼科咯，係啊，逼科咯，係啊，你睇啦，係啊，咁樣咯，咁所以好似頭先第二節開頭咁講啦，要改變呢種現象，唔係喺呢啲書度睇出嚟嘅，不過即係多少有啲好有趣嘅角色，你可以。透過呢些女性，你可以看到啲主筆究竟諗緊啲乜嘢嘢嘅，都是一個有趣的觀察。同埋佢得意在，即係佢得意嘅，佢咁樣性轉啊，扭條橋玩係得意。但係你睇翻佢，亦都幫佢哋設定咗若干嘢喺度啦。但係喺個古仔入邊其實寫唔到嘅。古仔入邊咯，純粹係有啲無厘頭嘅勾打，跟住啲女角就會爆衫，然之後露點。冇嘅，呢啲惡搞嚟嘅啫嘛，呢本近乎俾人強姦，然之後就有人救咗佢，然之後。然後揸爆個男人條脊，然後啊大快人心，然後無端有個人出嚟又捉咗唔知邊個咁樣，搞嚟搞去其實都係咁嘅，係有啲可惜嘅。好咁啊 ，Ivan 有冇最後補充啊？差唔多啦，冇睇啊，女紅棍真係冇睇。我哋唔係話要講小曼咩？係喎，其實小曼究竟算唔算係女角咧？喺由貓你嘅角度算唔算啊？定係純粹係肯定 BL 嚟㗎啦？使乜講啫？唔係咁樣。你作為一個男仔都可以做到公主嘅，咁點解小曼唔可以係女主角呢？係，
小曼，我估我哋喺若干集《动废》嘅火凤都应该谈及过。我自己觉得即系，其实因为好似系阿某有交代过佢系佢系阉人嚟噶嘛，系啊，系啦，咁所以其实已经好难 identify 佢系咪女角啦，因为即系呢种已经系。佢咪就係唔係絕對嘅男同唔係絕對嘅女咯，咁都唔係咁睇下你係邊個立場去睇佢嘅啫。喺阿孫淑香嘅立場嚟講，小馬一定係女人嚟嘅。係。唔係，同埋我覺得係要表唔表達到嗰個角色自己嘅認同咯。你好似婆子，其實佢係男人，但佢認為自己係女人。咁我哋作為讀者就要當佢係女人看待嚟噶啦嘛。係，即係咁同埋小孟肯定係當自己係女人啦咁。係啊，佢要求對方睇我都係女人嘛。係啊，咁其實冇任何疑問啦，佢係一個女主角。係。呢種講法，如果而家咧就叫 LGBT， LGBT 啊 ，LGBTI， LGBTI， 就唔直叫個女角嘅，即係已經好難 identify 啦，都叫做。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大家可以喺呢度又順便再即係賣下廣告，我哋嚟緊可以聽我哋嘅性就動費啊。同埋因為阿火係叫做婆娘噶嘛。係啊，其實趙火肯定係即係視佢為女仔嘅，其實殘兵全部都當佢係女仔㗎。係係係。係啊係啊。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其實我最初由頭看都覺得她是女來的，我不太明白為什麼人們會覺得她是男的。某都是畫條女出來屈鳩她是冤人的嘛。是。某都沒有畫過個男人出來屈她的嘛。是個偽娘來的。不是那她是女角的，她不是女角啊。咁證明真係有個女角嚟咁屌你，仲撚嘢啫？咁證明點可能唔係一個女啊？盧明少唔係女啊？係咯，盧明少都係女嚟噶，阮兆祥就唔係女啫。他在劇情發揮上他都劇情發揮上他是女角來的。好，那有沒有什麼補充啊？有嗎？不是，因為我聽不到，不好意思，你說。喂，因為呢他除了孫淑香那段呢，范夫人那段呢，即是火以前是派他去接范夫人的嘛。哦，跟著范夫人以為他是來示威啊，所以就即是離開了火啊，所以在劇情的安排上他都絕對是一個女人來的。是，同意同意。所以No doubt 啊，系No doubt 啊，有乜就有冇補充？其實我都作為一個女性讀者睇港漫嘅男女關係，其實我都係覺得啲馬老不如寫 BL 算啦，你唔需要出現女，因為你一出嘅時候其實係有啲情況下，我會睇到覺得好唔舒服嘅，喺度心諗原來啲男作者係會。覺得女人是這樣的，之後其實我不會示威什麼的，我不會說什麼罵什麼，但是我自己會記住這件事，但是我都會知道這本書不是為他的出發點，不是為我，那我都不是世界中心來的，但我會看到有這些這樣的問題，但是不要緊，作者是作者，那你說是的，那我 no hard feeling 的，其實很多東西都，但你不會希望他們可以就是改變一下 open 一下，即既然做不到就不要勉強了。因為其實你看到那些所謂有些 跳出框框的女性，其實都是追逐男性的、那個形象咯，即尤其是你貼心或者那些真的打女那些，其實你是真的跟那個性轉男人沒什麼分別，所以始終我都是最推崇和仔的，他真的可以來寫到些女角是用女性特質去溫到個故事，同埋佢即係點講咧？佢係因為和仔有好多角色啊，而你唔會覺得佢係定型咗某一種嘅形象咯。嗯，佢就算男角，佢都有好多唔同屬性嘅男角。你唔係好似龍虎門咁個個面譜化，佢真係有各個角色，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面向咯。嗯，好，咁啊，今日多謝有貓同左貓上嚟做我哋嘅嘉賓啦。咁啊，喂，唔該 ，Ivan。係。好，咁啊，今集嘅节目时间亦都到呢一度为止啦。点解我头先唔该 Ivan 咧？因为其实我哋透过 Skype 嚟即系做节目嘅。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度为止啦。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见面，系咁多，拜拜。